大家好，我们是解放日报上官新闻百年知识朗读大使时代少年团。今天我们将为大家朗读当代诗人严震的作品《中国梦》的一段节选。新时代的青年如何像百年前的青年那样继续追寻信仰？答案或许就在我们共同拥有的中国梦里。中国梦，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梦，需要一个新的中国梦。有了一把能打开房门的钥匙就幸福吗？有了一把能打开车门的钥匙就幸福吗？虽然我们比起过去确实拥有，但仅仅拥有这些还远远不够。我们还需要一把能打开太阳的钥匙，我们还需要一把能打开月亮的钥匙，我们还需要一把能打开星星的钥匙，我们还需要一把能打开许多太阳的钥匙，我们还需要一把能打开许多月亮的钥匙，我们还需要一把能打开许多星星的钥匙，我们还特别需要能打开所有漫长的时间和所有浩瀚空间的那把钥匙。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梦，需要一个新的中国梦。